是的，我们玩独轮车整整十年了。独轮车上的这一天，十年如一日，与我们形影不离，占据了整个青春。我在广州，我在西安。从最初的百度贴吧到 QQ 群，再到微信，从独轮车聊到了人情世故，从网友变成了挚友。后来为了这份热爱，我们都成为了独轮车教练。从社区到学校，手把手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小车手。也期待看到这部影片的你，来感受这项独一无二的运动。